上头有来路，非想是个中层的方案，将你有看需要的改善列入社。大家好，我是中医刘凤霄。很多人呢，伸出自己的舌头一看，就会发现，在舌头的面上出现了一道道的裂纹，有的是很深的一条，有的是很浅的一条，还有的是大大小小多条裂纹，纵横交错。那这是怎么回事呢？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啊，这种情况多少就是我们今天所要分享的裂纹事儿。那为什么舌头会出现裂纹呢？如果我们把舌头看作一块地，那么大家现在想想，地为什么会干裂呢？多数情况下呀，是不是跟这两个方面有关？一方面是地的缺水量太干，还有一方面呢是天带热把大地烤裂干裂了。因此同样的道理，地的缺水其实就是相当于我们的舌面缺少了气血津液的滋养，而天太热呢，这说明体内热太盛了，一直烘烤舌面也会造成干裂。所以这该怎么办呢？接下来就给大家解读四个中成药方案，对于有效改善裂纹舌的问题是有不错效果的，大家可以做个参考。首先呢，如果你发现自己的裂纹舌舌体呢是比较的庞大，颜色淡润，出现了很多细小的裂纹，而且舌面有齿痕，平时还伴有气短、乏力、精神不振、消化不良，甚至身体浮肿等等等等一些情况。那么这种呢，多见于是脾虚湿盛所导致的裂纹舌。由于湿气重啊，上犯于舌体，阻碍了气血津液的上达，舌面失去了滋养，就会出现裂纹。所以啊，针对这种情况，给大家推荐可以参考森林白术丸，有不错的健脾祛湿的效果。只要湿气出了，津液能够上达，裂纹舌也就小了。那如果你说我也是舌质淡而有裂纹，但平时呢还常常会出现头昏头晕的现象，并且面色苍白，眼睑白，指甲也白，容易健忘，记不住往事，到了晚上呢还经常睡不好觉，容易烦躁失眠，即便是睡着了也有很多的梦一个接一个，甚至呢还有手脚麻木的情况，女性则伴有月经量少、月经不调等情况。那么这种理由是其实多数是心脾两虚，气血不足所导致，舌面呢缺少了气血的滋养，就会干裂。这该怎么办呢？归脾丸我们可以了解一下。对于归脾丸最大的妙处，我总结为八个字：心脾两虚，气血双虚。也就是说，归脾丸既可以调理心血虚，也可以调理脾虚，既可以调理气虚，也可以调理血虚。针对这种情况，会有不错的改善了。那么还有一种情况，如果你的舌头啊伸出来，舌质发红，而且干裂，常常还伴有舌头疼痛，容易出现口苦、口臭、口腔溃疡、牙龈肿胀等现象，那么这种情况多见就是跟胃肠湿热、郁热化火有关。火气上炎，不断的熏蒸舌体，就会出现舌头的干裂。所以这个时候推荐大家可以参考一个牛黄清胃丸，只要火气没有了，裂纹呢也会很快的得到愈合。最后还有一种，如果你的裂纹舌总是出现在舌头的前端，并且日常呢还容易心烦失眠、口腔溃疡、小便发黄、大便干结，那么这种情况多少就是跟心火亢盛有关。这个时候豆豉丸清心泻火会比较不错的。总之啊，虽然都是裂纹舌，但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不同。以上就是最为常见的四种裂纹舌的情况，大家可以做个参考。如果还有什么不明白，可以先在留言区留言。
今天就先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支持关注。